姐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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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형부，姐夫，姐夫，你说咱俩这样对得起我姐吗？你说咱俩这样对得起我姐吗？你说咱俩这样对得起我姐吗？你说，你说，咱俩，咱俩这样，这样，你说，네가말해봐봐。咱俩우리두사람这样이렇게하는거어이런식으로사귀는거对得起我姐吗对得起하면对不起의반대말이되는겁니다그래서对得起我姐吗하면우리언니한테죄짓는거아니죠요런느낌이돼요你说咱俩这样对得起我姐吗你说咱俩这样对得起我姐吗你说咱俩这样对得起我姐吗放心吧你姐在九泉之下会祝福我的放心吧你姐在九泉之下会祝福我的放心吧你姐在九泉之下会祝福我的放心吧放心吧걱정하지마마음놓으세요마음놓아라걱정하지마你姐你姐在九泉之下在九泉之下会祝福我们的会祝福我们的你姐你언니는在九泉之下九泉하면구천의아래에서즉지하에서지하에서즉저승에서会祝福我们的우리들을我们우리祝福축복하다会祝福我们的우리들을축복할것이다우리들이우리들을축복하고있을거야你姐在九泉之下会祝福我们的放心吧你姐在九泉之下会祝福我的放心吧你姐在九泉之下会祝福我的放心吧你姐在九泉之下会祝福我的。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姐夫。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姐夫。对不起，对不起，姐夫。죄송합니다，죄송합니다，형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姐夫。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姐夫。我们是毕业以后才在一起的，我们是毕业以后才在一起的，我们是毕业以后才在一起的。我们是毕业以后才在一起的。我们우리毕业졸업하다以后이후그리고나서才그제서야그제서야一起같이在一起같이있다我们是毕业以后才在一起的우리는졸업하고나서 사귀기시작한겁니다우리는졸업하고나서사귀기시작한겁니다我们是毕业以后才在一起的我们是毕业以后才在一起的我们是毕业以后才在一起的是我从英国回来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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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在一起的从뭐뭐에서부터英国回来영국에서回来돌아오다回来돌아오다从英国回来영국에서돌아오고나서그때부터시작해서我们우리才그제서야在一起的사귀기시작한것이다내가영국에서돌아온후부터사귀기시작한거거든是我从英国回来我们才在一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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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差不多嘛要严谨不差不多嘛要严谨不差不多嘛要严谨不差不多嘛差不多거의비슷하다差不多거의비슷하다不差不多嘛
거의 비슷하잖아. 不差不多嘛，거의비슷하잖아。要严谨，要严谨，严谨표현을과하지도않고부족하지도않게즉표현을정확하게해야된다要严谨不差不多嘛要严谨不差不多嘛要严谨不差不多嘛要严谨读大学那会儿根本没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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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학교를다니다大学대학读大学대학을다니다那会儿그때那会儿그때그시점根本근본적으로아예没联系联系연락하다没联系연락이없다연락을하지않는다读大学那会儿根本没联系读大学那会儿根本没联系대학다닐때우린아예연락도없었어요读大学那会儿根本没联系读大学那会儿根本没联系读大学那会儿根本没联系是你不联系我你也没联系我是你不联系我你也没联系我是你不联系我你也没联系我是你不联系我联系연락하다是你不联系我네가나를연락하지않는거야네가나를연락하지않는거야你也你也没联系我你也너도没联系我나를연락하지않았잖아너도날연락하지않았잖아是你不联系我你也没联系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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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